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得奖的是柯佳嬿，想见你。克服年龄限制，去除明星光环，申克全是一名都会女子，无法面对情人过世的悲伤与孤独，更把另一个活在不同。我觉得2020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希望现在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多分享给身边的人多一点温暖跟善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恭喜得奖者。